中国我所采取方捆绑之国，以是捆绑皮皮婆婆的难打，滚上长着眼睛和爪牙，专向游者用尽施招。传说那里的小孩在捆绑下长大，连进食都用捆绑为生。先用棍子试探敲打，然后观察动向，如果对方以手招架，劈头盖脑而下；如果对方以刀相向，立马摇尾起立，就地跪下。不是英国手杖，谈不上优雅；不是日本武士刀，讲什么魂与刀，能与狗一同遭殃。往死里打是他们的口号，劈开肉绽方能见效。棍棒好似阴影，令所有人害怕，哪怕在树下行走，在平地上跳跃，总要回头张望，好像满天棍棒飞舞，乱箭飞扬，惊恐成疾，自习功夫一套，相互过招，哈吼有声，城头飞扬，全打在自己身上。对棍棒的迷恋恐惧风靡棍棒，更有人为他迷人。如果没有了棍棒的支撑威慑，棍棒之国将烂作一滩，无法想象。